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我们愿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追求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。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，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动啊，及其分裂活动，绝不是啊针对台湾同胞的啊。所以啊，何来武力胁迫之说？美方啊颠倒是非，渲染所谓啊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，持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，居心险恶。无论是外部势力以台制华，还是台独势力以武谋独，在14亿中国人民遏制台独、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面前，都会注定失败。